塞外塞的。应该蛮细聊的吧。好，比赛正式开始了，这边直接站起来用蹲射干射的方式把对方打得非常惨，有没有机会拿下最后一分？他刚只要再被摸一下头发就死了，不过现在只剩下一半的血量，而且分数上面也有极大的优势，再拿下这一分。蓝志雄现在直接被打得很惨哦！蓝志雄在这一场几乎是被秒杀，刚刚那两点完全由协派拿下。是的，协派逆转了比赛，拿到全台湾的电竞路径总冠军，就是我们的协派。最后的一根子弹都会不知道谁是最后的一根，绝对不要放弃。